奇闻共享人民评论区。没想到观众们的活力甚至比我还要高了，这么大还不算大熊，他平常是看乳牛是不是？请问这里是奇闻共赏区还是提告存档区？没关系，他脑下垂也不忧。哇，好凶哦！大家好，我是屏幕猫，欢迎来到我的全新系列《人民评论区》。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 threads， 我会专门在里面发一些小牢骚，包含一些酸民的回复，我自己实在是消化不了，所以呢就发在我自己的小小天地上面。没错，因为那边就是没什么流量嘛，那就可以在那边随便发一些废文都没关系。没想到这个系列的反应超级热烈，观众们的活力甚至比我还要高，然后这个热烈到什么程度，我前几天发了一个 IGQA， 一堆人敲碗说请问可以把那个奇闻共享区拍成一支片吗？还有人说只有我看到不行，会有这种留言。所以呢我听到你们的需求了，现在呢就把我遇到的奇人异事分享给你们，奇闻共享人民评论区开始。来来来，那我们就来开始第一篇。哦，第一篇这个就还蛮奇的了。这位标榜大胸的女子，充其量只能说不平胸，连大胸的门槛都踏不上。应该是生活在一个我们的平行世界，然后他那边世界里面每个人都是 K 罩杯，就算是台湾的 size， 在美国减两个罩杯也有 H。在美国也是有 F 罩杯，哇，这么凶，真低牛啊！这篇甚至引来麻西，这么大还不算大胸，他平常是看乳牛是不是？他看的是外星怪物，不懂地球人类女性的美，不要见怪。这时候应该说我没 K， 那你有空龙坑浪吗？他可能是一只牛吧，毕竟和乳牛比起来，你真的不算大。我觉得评论区的火力真的已经比我还要大。那自己看到这篇的时候，其实我的火气没那么大，我只是觉得好像有点扯，就是这个还不算大的话，那你身处在世界可能是一个平行时空。结果观众的火力比我还要更大，真的是超级解气的，看了真是觉得挺疗愈的。那我们进入下一篇。淘宝灾难一第二集的时候，这个人留言了，除了露奶还有什么屁用，还他妈不能免费看，免费干都没有太大的兴趣了好吗？讲什么？对，我看到也是有点小生气，就觉得很没有水准。然后呢，观众回复：“请问这里是奇闻共赏区还是提告存档区？”都是证据。这人愤怒的语气恰恰好展现了他有多想看，不就是超有兴趣却看不到一次恼羞成怒吗？哇，这很精准哎，是不是心理系？国栋整天在露奶都没有看，一堆人在靠背，女生露个胸连点都没有，一堆人在那边双标唧唧。只是啦，国栋胸部应该是我比我大，但男女大不同嘛，男女大不同。认真。下一篇，连续运动第18天的时候，影片下面有个留言：“你好厉害，练这么久，手臂都没有肌肉。”又一位以为练18天就可以变成护羽女帝的人了，整段就是漫画看太多，不然就是看那种什么一个月6块肌蹦出来之类的那种影片看太多，就是这个东西不是每个人都适用好吗？奇遇也用了1年的时间才变成一拳超人，合理合理合理，每个人都可以练鬼背了，兄弟，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啥呀？28天倒是有机会变成护羽女兄。完全掉出了一堆真的有在健身的人。另外一个健身女生说，女生增肌本来就比男生难，而且到底什么智障会觉得18天能增加肌肉，让你进食求生吗？这火力真的是有够大。好的，这边火力过强，我们下一篇奇闻共赏第8篇。当厂商说有办法30秒讲5个功能吗？ OK， 没问题，我是快卷 rapper 被发现了， No doubt rapper ping ping。 好啦，开玩笑啦，你们还真的有做不到30秒5项功能，我当然可以啊，是戳冲捧插30秒绰绰有余，唱得不错，最后不要再唱了。来，下一篇，胖也这么有自信，你是钟心凌吗？喂，心凌姐吗？刚才这边有个人骂你，没问题，证据都存着，在我的真名评论区。这是很夸张哦，心凌姐怎么了吗？我把它当成一种赞美啦。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怎么回，这不是胖，这是可爱。谢谢。下一篇，这位大哥说，阿平你的肥手快飞起来了，
多运动吧，评审。阿平起飞。哎，还真的有漏，直接用蝴蝶袖扇你一巴掌。来看看我们观众怎么说，被扇在我们业界是一种奖励，怎么办？我想被你打，可恶，想被扇是正常的吗？评论区看起来也病得不轻。那我们下一篇，奶下垂不忧，太丑了吧？这位仁兄可能没有看过真奶，真奶呢就是会有一点往下，因为它一颗 1.5 公斤，哎，真的超重的。我们看一下观众怎么说，喜欢挺的就自己拿两个碗弓扣胸上呗，要多大有多大，要多挺有多挺，没关系，他脑下垂也不忧。哇，好凶哦！这位仁兄很有文采啊，叫他拿两颗气球各装水 1.5 公斤，让他浮起来，我就信他的，真是物理大师。你最好1天24小时都是翘的，这也叫天生神力啊！用相对论来解释，奶只是受到时间的约束，外来的奶目前还是不下垂的。哎，所以建议他去外来看一下。哇，这可是我的观众都是博士，真的是博大精深。对，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。现在已经来到倒数第二篇，那这一篇呢，一样是热烈讨论的一篇。那肥度是怎么回事？是黑尾鱼中腹吗？油成那样？我跟你讲，我当初看到这个评论的时候呢，超级饿。我在凌晨看到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观众们怎么说。拿黑尾鱼来比喻，会不会其实是称赞？我有点搞不懂，是想表示美味的意思吗？哦，是可以，这可以。黑尾鱼中腹还不错吃呢，我明天就去吃起来。我跟你讲，这篇不能看太久，会饿。我看到这篇，隔天我又去吃了黑尾鱼大腹。来，那我们进到了今天的最后一篇，在我的欢乐杯第二集，有个人在下面留言，有一种感觉就是漏奶才有流量，最近每一支片都漏奶，跟以前的你已经不一样了。我也已经到了那个你已经跟以前你不一样的年纪了吗？但怎么想，我好像是从以前漏到现在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必须认真说，这个欢乐杯实测是非常认真的女性内衣实测，所以说呢，如果你用不到这个知识的话，你就看得爽就好了，干嘛要嘴呢？对不对？很多女生用到这个知识啊，讲完你已经60岁了，你不是只拍一年。而且有漏奶才有流量吗？没有，我这篇片都很惨。我们来看一下观众说什么。有一种粉叫做自以为看很久粉，阿平还没开台之前就已经很猛了。我看这位朋友是不太懂哦，就喜欢这种保持初衷的 YouTuber。 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如果大家有看得开心，那我就开心了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专名评论区第一集的专名留言。观众的火力是真的比我大很多，但是认真说，其实一开始我也只是想要在坠子石上面发一些我的小小的心情，就只是想要抒发一下情绪，但没想到我的观众们都把我的事情看得比我更重的感觉，就是那个真的很暖，我完全感受到你们为我打抱不平的感觉，完完全全让我抒发了一点，所以呢，很感谢我的观众们。大家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也觉得哦，这个系列娱乐性十足，大家喜欢，然后想要跟我一起讨论，跟我一起分担的话，底下留言跟我说，让我有继续发这个奇闻共赏区，还有做这个专名评论区系列的动力。然后呢，也在这边征求各位的神回复。看谁最有创意，我们来每个月票选最有创意的人出来。好啦，感谢今天各位的观看，我是平平凤凤，我们下次再见。